小白。济南的朋友就是欢迎我啊！谢谢各位。哎，你看人家还有吹哨的呢啊！哎哎，听见了？哎，对，合理。谢谢您，小白。哎呀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听我说啊！这个我也知道您各位啊，今儿这个是看在我孟哥的面子上，哎，大伙儿欢迎我们哥俩，是一上台呢，哎，还有吹哨的，会吹吗？不会，你也吹一个啊！看到吗？您这是喊出来的，挺好。这个今天来到这个体育馆，行了行了，不要吹哨，不要吹哨，耍流氓才这样呢，不干这事儿了、啊，给他们做示范了。嗯，这个今天有认识我的，就不认识我的，哎，上台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您得说说呀。我姓关。名九海，字萌萌，道号花魁。谢谢您各位啊！倒霉名字，干嘛倒霉名字呀？这么长的吗？我这是跟各位啊没见外。又嚯！你看呀，关九海是我的艺名。对，那您各位在外面见着我了，你可以叫九海啊，对吧？那我有小名啊，嚯，小名叫萌萌啊。是不是啊？瞧您这模样，还有外号呢啊！你比如说，今天您一会儿散了场，出了门了，十二点以后你看见我了，可以叫花魁。花魁。哎，为什么还非得十二点以后呢？就是比较晚了嘛。那为什么叫花魁呢？得更正一下啊！刚才你们那么叫不对啊，花魁那么叫不对，那怎么叫？那肯定是没出现正经的场所里面，是吧？得给你们更正一下，什么叫做花魁？您说说，长得像朵花，身材特别魁梧。花魁，就您这个模样，您还魁梧呢？不魁梧吗？对呀。哎，就咱这大胸肌。我能对麦克风干什么？谁？我这么一个柔弱的男子，我能对麦克风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看今天助演这些人，咱跟人家那能一样吗？啊，比不了。那当然不是比不了，是跟人家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表演风格。对，那我也有自己的表演风格。您的表演风格呢？您比如说拿我来说啊，我就是长得比较水嫩。没完没了了是吗？我跟你们这么说，这几千人啊，今儿我站台上，你别挤兑我啊，咱今儿事不过三，明白吗？咦，刚一两回了啊！咦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咱今儿事不过七啊！哎呀，别突破我的底线啊！要是突破了呢，一点一点往后退。好几千人呢，干嘛呀？哎，还有屏幕。我也刚看见了。哦，还能看见我美丽的面庞呢。别不要脸了，羡慕嫉妒恨。就
号水嫩，真的。你看我站台上，你看我一直我好好说相声吗？哦，我没敢乱动啊。哦，因为我乱动的话，我这个脸容易往外滋水呢。脸能往外滋水，那是海绵宝宝。我滚！我每天，我跟你说，各位，为了保养皮肤，我不易呀。哟，每天我都洗牛奶浴。咦，我来的是不过15啊，差不多得了。我来这演出来，我跟孟哥出来演出来。孟哥人家人没架子，是吧？但是我不是说我有架子啊。嗯，咱跟主办方主动提出来，怎么着？我住的这个酒店，淋浴喷头，那边必须给我插牛身上，洗牛奶浴。那您看清楚了，别插公牛身上。什么意思？插公牛身上电死你！你是有毛病！我那总成我插一个公牛插座能像话吗？废话，有直接插牛身上的吗？就说呀，这不洗牛奶浴吗？跟别人不一样啊！对，没有这么洗牛奶浴。当然了，现在说实话，年龄也不小了。哎，这后台有时候观众啊，一见着我散了场了，在小剧场的时候，也经常夸我说，现在酒海盛世美颜，就说我。啊！我不演了，你这不妈呀！这上场的十分钟没有，那鱼，我们是驴是怎么着啊？鱼，你听我的，哥，闭嘴！你个臭男人，没点鱼什么鱼？受再大的委屈，也把这20分钟演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这20分钟不是为了让你演出的，为了让孟哥歇会儿。多累，人演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我说到哪儿了？他给我打断，那个臭男人给我打断。你说你，我说不出那个词儿来。哪个词儿啊？什么美颜？不是，观众夸盛世美颜、绝世美人、旷世佳丽，那都是夸我的词儿。你要点脸行吗？你们再晕，我让警察把你们。警察叔叔，帮帮我！哎呦喂，真好啊！观众夸我的，观众夸我的，知道了吗？不是我自己捧我自己。观众夸你？对，观众夸你就美颜。不是，我不是捧，我不是瞎吹。嗯，咱俩边边大吧？是。哎，他大伙都认识吗？认识。我介绍一下我的搭档，嗯，他叫张小白。啊。我不是这意思，你们没听过人名的是怎么着啊？介绍一个臭捧哏的组组长，以后一介绍张小白，谢谢。我不是，我说的是以后一介绍张小白，你们就。谢谢，我求你们了，留着点劲儿。二在场还是孟哥，对，你们留着点劲儿啊！就是说一介绍他，你们就应该催他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那凭什么催我呀？啊！现在好家伙，那观众有的在小剧场还倍儿喜欢他，凭什么不能喜欢？喜欢你什么呀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最近交了个女朋友吗？什么？你看看，这老观众都知道，新观众不知道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人家交了个女朋友，女朋友是当然是运动员啊，哎，打排球的，是打排球的女孩，势必身高是很高的，那多新鲜，1.85米的傻大个儿，那大脚丫子正当面，好家伙，霍比特人这是，是不是在你眼里边超过1.75米的都是傻大个儿？还霍比特人，你要站我们俩中间，你是那霍比特人。干嘛非得提到1.75米这个名字？不是这个词儿。你1.75米怎么了？我1.75米怎么了？关秋海1.75米，国际标准猛男身材。叔叔，关秋海，你们干嘛？大家伙其实质疑的不是你这1.75米，质疑什么？质疑这个标准是谁定的？我定的，我去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哪个呀？这是相声的技巧，那个没有这个技巧，去那个自然博物馆。
啊，人家里面有那个电子秤啊，测身高的。咱到那儿量身高去，哎，什么都不穿啊，往那一站。你是到那儿耍流氓去了？怎么了？谁耍流氓去了？到那儿我什么都不穿，量身高，量个身高至于什么都不穿吗？脚底场合、啊，脚底下什么都不穿，你耳朵里有腰子是怎么着啊？哪呀？你耳朵里边有把子肉。废话，脚底下什么都穿，就说没穿鞋。对呀、啊，量身高那机器下来，哔，正常，国际标准猛男身材1.75米。哎，羡慕去吧！今天你们这几个刚才搭茬那几个臭男人都没有我高，知道吗？哎，咱都看不见人在哪儿。咱你忘了这是哪儿了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山东。山东你都甭说没有山东人高，你都没有山东那大村高啊！张小白，我告诉你，你说相声归说相声，你站台上你别影射师傅，谁呀、啊？师傅还没有那没有那小村高。说这哪敢高风一样，好家伙，乐呵乐呵得了，谁没葱高啊？那山东大葱疯了，长那么高，2米，长再高也给他掰了，给他吃了，知道吗？要不问问咱多高的？多高？山东大葱多高？2米多。那不也得卷饼吃了去吗？对不 对？你甭管那个，咱不说，咱别提身高了。哎呀，不能不提身高。你要提身高，张小白就你这样的，你都违反咱们郭家门的入学规定。凭什么？你就是身高太高，师傅看你就眼晕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违反的更彻底。我怎么了？不收女弟子。不是。我说了嘛，我台上我表演风格，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，就是那个那边儿。哪边儿？那个，那是不是？你没。我台底下，我不这样。哎呦，是台底下更哪样？你多不客气。那我今天在台上，我正经的给你们表演一回男人。表演这个词用的就特别的到位。张白，你现在你真的，你现在你疯了，你谁疯了？你拿这商演当小剧场干的不行吗？啊，先当小剧场干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上了几年大学，你疯了吗？4年。你说你显摆什么呀，张小白？我让你上山东显摆来了。我显摆了吗？你影射这一后台文盲干嘛呀？谁哪儿一后台文盲？你甭说，那人家都说上我，你上了几天大学？哎，没有没有，4年大学。你看他，你上了几天大学？4年。你显摆什么？我是这模样吗？你就是傻模样。再说了，人家那是知道谦虚，你是不知道。你上大学，你上大学，大学生出来就教你，台上等几位师哥来了。我不是你师哥呀，那台底下那不挤的孟哥他们家，那都是你师哥，九字的，鹤字的，云字的，云爷师哥今儿还在呢，你怎么不挤得去啊？因为人家没那么欠呀、啊，就你欠呀、啊，我怎么欠了我？你现在我告诉你张小白，我怎么的？当着山东父老，我说你一句，你别不爱听。说你的，你现在呀、啊，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知道了吗？台上公然挤兑师哥，呵，疯了你了！上了几天学，就你学那点东西啊，我都会，我是不爱搭理你。你都会，就是语文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，有什么难的呀？好，元素周期表背一个，我听听。你越来越没规矩了啊！我这公然挤兑师哥呀，虚心向您请教啊。那元素周期表大伙都会吧？会。咱们一起来啊，我数一二三啊，一二三。四海里平衡，快点吧。二二有力量。啊啊啊！没了。疯了吧你是？哎，这用我背吗？你会吗？我嗨。我能让你们几千人难住我吗？啊！我堂堂花魁能败在你们什么下面，对不对？什么呀，你不下？青菜里皮蓬，碳氮氧氟奶，对，啥叫对？纳美吕非林，刘力量减肥，对，对，有没有啊？你横着背
没听过，什么树是这个？清李娜假如色仿，皮美盖斯贝雷，甭吕驾因他探归者西间，但没上帝的游戏。再来雅克先锋。老师没教到我这一步，是你没学到这一步吧？我物理还可以啊，咱别听化学了好不好？物理就行了。物理呢有那个符号吗？符号。什么根号？不用非得物理就有根号。那个那根号。你比划这是心电图。开根号有没有？开根号。对不对？理。阿尔法。阿尔法这数学希腊字母。哎，对对对，阿尔法、贝塔啊，赛因。三角函数了又。对，扣赛因。弹进它，扣弹进它，嘚它，扣这就别扣了，这是。是吧 ？Smoking, no smoking, 这不都有吗？这都是当年学的，对不对？物理的这些个叫教授们啊，科学家们，焦耳有没有？有。嘿，还能难住我这个？一焦耳啊，等于什么呀？等。等于焦耳定律有吗？有没有一个什么揉液 JV 牌？那是浮力公式。哦，行。F 浮有没有？等于揉液 JV 牌。哦。这几个字母都什么意思？这还能解释呢？你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哎，我就没规矩。你台上公然挤兑师哥呀？有。物理、化学、理科不是我擅长的。那你擅长什么？文科。擅长文科。对对对，你预计吧，我已经习惯了啊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文科我比较擅长。文科就行了。那文科擅长什么呀？研究作诗啊。作诗你行？那当然，诗有很多的规矩都。你以为呢？规矩。来到济南了，像济南，你会说点济南的诗吗？济南的诗我倒不太清楚。济南有个济南的冬天，听过吗？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济南的冬天美，美的融化了你，融化了我，融化了济南的冬天。这听不明白了，说点你听得明白的。我去买几个橘子，你就在附近不要走。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？你说这个，人家做事是事，你刚才说那什么意思？自己琢磨去吧，你会明白吧？干嘛买橘子不让走动？你买橙子我就不走了。真讨厌，作诗不是像你那几类人，然后说一些个人家都不懂的。人家有人家的规矩，七言绝句、五言绝句、三言绝句、两言绝句，懂吗？什么？你不用背，都多着。七言绝句这不知道啊？七言绝句。说相声里面都教咱们了，还有那些古人教咱们吗？七言绝句。七言绝都什么呀？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兄妹疼，蒋申且坐中金帐，等候涿州一夺章。没学过七言绝句对不对？对。看看，五言绝句。此山是我开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马路。这朗朗上口啊，得了灰指甲，问我怎么办？马上又两个五言绝句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是五言绝句。三言绝句，哟，还有三言绝句呢。大灯泡，真叫亮，要没电它不亮。大音响，是高档。要没电他不响。好，我也会风。对，放当中。哎，要没电不出声。你看看朗朗上口啊。这是三言绝句。有三言绝句吗？对不对？就没有三言诗。我告诉你，两言绝句也会。两言绝句啊，小白立刻马上去死。傻了吧唧的，我能等你这个？那我还会个一言绝句。你说你给我滚。上大学就教你这个了？废话，说相声就教你这个呀？废话，你一句一句挤兑我不行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您说就懂这个规矩吗？这个是语言方面的东西，咱们多少会研究了。哎呦，研究，但不是说一点不懂啊。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，这你会吗？人际关系你懂吗？张小伟？哟，嘿，我不是跟你们各位瞎说，各位啊，花魁，十八岁出来闯荡社会，我什么男人没见过？我什么女人不
了解。说话聊天得了解人的心肺，这你都懂吗，宝贝儿？我的 baby， 你都不会，知道了吗？一句话，情绪不同，你表达出来的意思不一样，就会让人误会，是吗？当然了。比如说呢，大街上我见着你了，你跟你那个傻大个的女朋友两个人啊，你在我们俩中间是 hobby 的人，你们俩正遛弯呢，简单的一段对话。小白遛弯呢？哎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嘿，弟妹长得挺漂亮的呀，好看。有时间带着上我们家玩去啊。好啊，你看看，简单的一段对话。好，我要换一种情绪，意思就变了。这能怎么变呢？哟，小白啊，遛弯呢？是。哎，这是谁呀？我女朋友。弟妹长得挺漂亮的呀，好看。行了啊，有时间啊，带着上我们家玩去吧。不去。意思变了就误会了吧？啊，我再换种情绪，这个意思又变了，还能变？哟，小白遛弯呢？对，这看见什么了？这谁呀？我女朋友。弟妹啊，长得够漂亮的。行了，有时间带着啊，上我们家玩去吧你。怎么了你这是？产科现在还没下班呢啊！赶紧去看看去吧。男的产科在哪儿你知道吗？哪个医院都有，你给我滚一边去吧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就是换种情绪，意思就变了。好，包括你在哪儿说话，地点不同，说的话方式多少都不一样，是吗？嘿，这都是人际关系、社会，这是情商啊，宝贝儿。哎呦，懂吗？你连智商都没有，你还谈情商？哎，就比如说吧，哪儿话多呀？啊，现在啊，饭馆说话就特别多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人呀，生活都富裕了。是，上饭馆吃饭，主要为的就是交流。对，话越多，越显得这人呀关系近，这俩人关系好。你看，比如说啊，现在这不是舞台了，这是饭馆。好，咱俩你正在这吃着饭呢。好啊，我推开门一抬头，瞧见你了。咱俩一聊天，你看看这话多不多？好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推开门啊。我今儿不想去了。我回来。我饿怕什么呀？不行，必须吃。嗯，行，吃。推开门，哟，小白，海哥，我自己来的，没带着女朋友。您这儿吃呢？这儿吃呢。天天这儿吃啊？天天这儿吃。啊，每天下了班就这顿，我准这儿吃。哎，你怎么不加吃去呀？哎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他们娘俩跟家都吃完了啊，我跟外边随便吃点就得了。那来啊，咱哥俩坐一桌吃。那你坐不开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吃完了。别走啊，找我两口热的。不用了，喝点稀的。没，我就这么热情，我是个山东大汉。没看出来，我比那小葱高，好不好？那也是啊，葱高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那改天咱家去吧。哎，回头你看了吗？话多不多？哎。为什么跟你开玩笑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关系近，陌生人两个人是不能开玩笑的。是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说话就多一点点？哦，有那个说话少的地儿。哪儿啊？卫生间。WC。厕所呗。对，明白了吗？这怎么 ？Hospital。那是医院。那个地方说话就少，因为它脏就没什么话，是吗？你看啊，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啊，就是这个状态的。哪个状态？我当然我说的是男厕所啊，我们也不想听女厕所。两个人一见面顶多就是微微一笑。没了。没有话，不能再多说了，多说两句没有话呀。你怎么能没有话？你说话这地儿，这俩人关系肯定就不好。你亲哥俩就这样，那不能啊！你就多说话，没话。
刚才饭馆那套话挪到厕所说来。那行吗，大哥？没问题呀、啊。这现在这不是饭馆，也不是舞台，这是厕所。厕所了。我推开门，刚一蹲下，一低头瞧见你了。小白往那边游，往那边游。哪边游啊？我掉坑里了。就这命、啊，没这命，没有这个、啊。一回头，一回头，对我刚蹲下，嗯，一回头，你蹲我后面干嘛呢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这上厕所方便，我都脱没了，你在后面，流氓变态！趁你没有防备抢你手机，小偷也不行啊，像话的吧？不是，那也没有回头的呀。你自己说的。一侧脸儿，一侧脸儿，对，九十度。我刚蹲下啊，九十度一侧脸啊。我这脸在蹭地下多脏啊！一扭头，就是你这个脖子转九十度会吗？我会，我待厕所方便啊。刚蹲下，嗯，一侧脸儿，对，看见你了，没错，咱俩在厕所这儿连个挡板都没有啊。啊，没有，老式的公共厕所。咱俩在露天方便呢。我跟你说，老式的公厕没有挡板。老式的公厕没有挡板。对。那我应该一进门就看见你了。我干嘛还得颠颠颠颠颠走到你跟前？小美。因为没有灯。硕大的厕所，还硕大的厕所没有灯。对，我在掉坑里头。一共就一个坑，这么大的厕所没有那么大。我从那边掉掉掉掉跑过来，就俩坑，没有那么大。小厕所，小厕就俩坑，就俩坑。你进门的时候没有看见我，是因为我拿着手机没有开开。你到这儿看见我了，是因为正好来了一条微信，亮了，照亮了我的脸，所以你才能看清楚我，合理了吗？好像不合理，也就这样了。必须蹲着，就这儿，我给你脸都照绿了都。你甭管，就这儿。行，就这儿。哟，小白，矮哥，您这儿拉呢？这儿拉呢？天天这儿拉，天天这儿拉啊！每天下了班就这一泡，不准这儿拉。怎么不加垃圾啊？哎呦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哦，他们娘俩跟家都拉完了，我搁外边随便拉点就得了。来来来啊，咱哥俩蹲一坑拉，别介，这回我蹲你后边。不用，你那蹲不下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拉完了。你别走，别走。干嘛？